风云是名坑，男儿当自强，坎坷的路漫长，要敢挺直看远方。丹心记在戎马上，护卫乾坤在疆场，万水千山险关恶阵，全当游戏一场。红中无语英雄泪，梦在心中盼朝阳尽难绝，爱恨苍天的胸中壮，为苍生共担当。无需担心，微臣推算，三天之内二路大军必到无疑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到时候我们如何策应二路大军？徐爱卿有何高见呢？微臣估计，叛贼疏军在两天内一定会进攻锁阳城。何以见得？疏贼比我们更清楚二路大军到了哪里，他们会趁二路大军到来之前进攻锁阳城。否则的话，他们就会腹背受敌。所以，周将军，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，无论敌人如何进攻，我们只能坚守不出，绝不要轻举妄动。末将明白。启禀皇上，王奎山刚刚收到舒宝同传书一封。你。我军定于明日辰时攻城，望你们从东门配合。徐爱卿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逆贼开始攻城了。皇上不必担心，此乃事等好事。逆贼都要攻城了，你还说是好事？好从何来啊？这说明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了，也许比微臣估计的还要快。如果逆贼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攻城，那又该如何是好啊？皇上放心，城内有我们20多万大军，还有全城的老百姓，一个月之内敌人是攻不破锁阳城的。那就好，徐爱卿，应该如何应对你就安排吧。遵旨。江湖，你叫王奎山写封信给舒宝同，就说他们一定会在东门配合的。是。周将军，末将在。你速派人在东南北三门用石砖封死，西门不要封，但这西门要加强防守，东门是防守的重点。记住，不论敌人采取任何方式，我们只能四个字：坚守不出。遵命。快把东门堵住，快把南门也堵住，快点，快，快点，快快快！快把北门也堵住，快把南门堵住，守金峡关主将巴尔赤是也，你这娃娃又是何人？我乃大唐二路大军先锋罗章是也，奉元帅之命特来攻破此关。界牌关已破，识时务者快献关投降。
否则你难逃一死。你这娃娃竟口出狂言，今日我不杀你，枉为西凉大将。杀驾，来得好，驾。枪关，下下下！瓦尔赤将军他是如何应对的？竟在三招之内被一个毛孩子所杀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据说二路元帅薛丁山更是武功盖世，无人能敌，连我们舒大元帅都惧他三分。你们所言都是实力上的事情，本将认为该拼的时候就是神仙下凡，也要拼个你死我活，绝不退缩。跟他们硬拼恐怕只有死路一条。死有何惧，问题是看死得值不值得。前两天界牌关发生的事情两位恐怕也知道了，我想问问两位，为什么程咬金被王不超抓了？那罗通为什么要主动去换程咬金呢？不明白。我觉得也不可思议啊。程咬金在王不超手中，二路大军就不敢攻关，不攻关他们将被阻挡在关外，就去不了锁阳城解救皇上和被困的大军。怎么也要先破关再说，救锁阳城才是大局。薛丁山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，这就是朝廷军队的仁义之处。那罗通的做法太不明智了，明知道舒元帅要找他报仇，他还要去换别人。这不是愚蠢，这是朝廷军队的一种精神，一种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。黑将军，你这是在赞扬敌之主将。罗将军他们这种精神确实令黑某佩服。将军你。两位都是跟我黑某多年的兄弟，我也不瞒你们说，对朝廷军队我一直非常敬仰，他们的将与帅像兄弟，官与兵如手足，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。难道将军想投降？不是投降，我们原本就是朝廷的臣民，原本就是朝廷的军队，怎么能叫投降呢？我只是不想反叛朝廷罢了，属仁义之举。其实上次程咬金程老千岁路过本关的时候，我就私下与他商量过，之所以当时没有跟你们商量，是怕走漏了风声影响大局。今天对你们讲了，本将军主意已定，绝不改变，但你们可以选择，如果你们反对我的话，可以将我绑了交给舒元帅。将军，我们不是这种人。你们也可以放弃，各走各的路，不管怎么样我绝不会勉强。我觉得黑将军的选择是对的，这样还能让城中的百姓免受战争的灾难。将军，我们已经跟随你多年，还是让我们继续跟着你干吧。谢谢两位对我的信任。报报告将军，朝廷二路大军正向我们的接天关进发。知道了，来啊，命你们两位速速集合军队，准备迎接朝廷大军入关。是。
程老千岁回长安时，黑将军就巧妙配合，程老千岁才得以顺利通过界牌关，早已立下功劳。而现如今黑将军又携众将领回归朝廷，实乃仁义之举，真是朝廷之幸，百姓之福，实在功不可没。薛元帅过奖了，末将不敢言功，末将只是为了百姓兄弟们着想，守一份臣子之本分罢了。说得好，有黑将军和众将士，我军乃如虎添翼啊。末将本来就是大唐天子之臣民，蒙元帅不弃，末将定当为国效力，为朝廷效命。众将士请起。谢元帅。黑城星听令，末将在。本帅先封你为二路大军，与兜一虎将军同为后部副先锋，明日一早同往锁阳城救圣驾，杀叔贼。得令。胡辣花、智捕花听令，末将在。命你两人为副将，继续为朝廷效力，到时本帅一并奏明皇上，论功行赏。谢元帅知遇之恩，末将将定当奋勇杀敌，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报告元帅，飞鸽传书。拿过来。元帅，下去。是。好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报！启禀皇上，探子急报，汉军正在准备人马，准备强攻锁阳城。再探。是。周将军，末将在。按计划行事，高阶将士们不要惊慌。明白。薛将军，末将在。你仍然负责保护皇上的安全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请皇上回寝宫休息。周将军，末将在。我们去城头看看。是。师父，您找我有何吩咐啊？你坐下吧。哦。为师得知，叔宝同明日就要强攻锁阳城了。薛丁山率领的朝廷二路大军，以连客、界牌、金霞、接天三关，正日以继夜地向锁阳城进发。看来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。不知有多少生灵要遭涂炭，有多少百姓要遭殃。师父所虑极是，可是我们修道之人也无能为力啊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呢。丽花，你看这事该如何是好呢？徒儿也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但听师父的。为师在西凉王面前尚有几分薄面，我想明天去面见西凉王，请他立即收兵。徒儿愿意跟师父一同前去。不，你火速去输营，劝舒元帅暂缓进攻锁阳城，一切等西凉王定夺。另外，你还要去朝廷二路大军，劝他们暂缓进逼锁阳城，等待西凉王决定了再说。可是徒儿人微言轻，他等岂会听徒儿一句便罢兵呢？为了免遭生灵涂炭，唯有此路可寻。你和薛丁山也算是师兄妹了，你们俩从小就投缘，他应该会听你劝。至于叔宝同那里，也只能一试了。其实为师的也没有多大的把握，西凉王能否纳我谏言，或是成功或是失败，你我尽人事顺天意吧。徒儿明白了。明早我们一同出发吧。你同舒元帅言明原委，
如果他暂停攻城，说明我这边进言有成；如果他明天继续攻城，说明我这边进言失败，或是他拒接王命，你也只好作罢。嗯。这是我新做的一种点心，很好吃的，您尝尝。哎呀，爱妃呀，你看这场战争胜算它有几成啊？能不能继续打下去啊？现在都已经胜券在望了，大王又何出此言呢？哎，我看呐，胜负难料啊。怎么又会是胜负难料呢？皇帝跟主帅已经被围锁阳城，已经是瓮中之鳖了。我弟弟明天就要开始攻城，锁阳城一破，狗皇帝手到擒来。大王，您就别担心了，好好吃饭吧。爱妃，别忘了，这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，那元帅薛丁山可是文武双全，不可小视。大王怎么总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呢？难道我弟弟叔宝同打元帅，他就不是文武双全吗？再说那二路大军最快三五日才能到达锁阳城，我军两日便可破城，活捉皇帝李治。只要皇帝在我们手上，别说他30万二路大军，就是他300万二路大军，他也没有用。大王，好好吃饭，养好身体，等着当大唐的皇帝吧。哎呀，爱妃，这要是败了，皇帝当不成，这王也当不成了，甚至性命都难保啊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现在不反都反了。大王既然这么说，就更应该振作精神，来个他鱼死网破，不要再优柔寡断了。报告元帅，攻城人马已经就绪。好，抬刀备马，准备攻城。是。报。禀报元帅，樊将军之女樊梨花求见。传她进来。是。这个时候她来是何意啊？难道她是来助阵的吗？哼，樊梨花来，她不捣乱就烧高香了。樊姑娘请。拜见大元帅。哟，樊姑娘来了，此时战事吃紧，不知道樊姑娘来找本帅意欲何为啊？本姑娘正是为了战事而来。哦，难道樊姑娘是想助本帅一臂之力？我来请求大元帅暂停攻城。暂停攻城？为何？未免生灵涂炭，师父已赶往西凉王府面见大王罢兵。你们师徒两人还真是多管闲事啊！啊？简直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樊姑娘难道不清楚朝廷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？只要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，我马上去规劝二路大军暂停逼近。哼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谁，就凭你就能劝阻朝廷二路大军延缓进军？哼，笑话。如果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，而二路大军不听我劝的话，我愿意为大元帅助阵攻城，捉拿皇上。此话当真？绝无戏言。好，樊姑娘，我就信你一次。我下令暂停3日攻城，不过你要速去阻挡朝廷大军，让他们停行3日。是战是和，
均由大王胜断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我即刻前往，告辞。宋凡姑娘。是。一个疯婆子带着一个疯丫头来劝阻这场战争，简直就是不自量力，笑话。来人，在，传我的令，明日攻城。是。如果骊山老母真的说动大王罢兵，不管大王决意如何，我意已决，依计行事。难道元帅不怕违抗王令？哼，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正如他所说的，只要把皇帝拿住，有什么不好解决的？那倒是。不过，若是樊姑娘真的劝阻了二路大军的进军呢？哼，正合我意。只要他能劝朝廷大军缓进三日，我必大功告成。那么，樊姑娘可就难做了。哟。飞波禅师如何变得菩萨心肠了？一个小丫头，管她那么多干嘛？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吧，给她长长见识。元帅高明，这就叫做天助我也。道长，久违了，别来无恙吧。李侍卫长，久违了，不知大王可在宫里？啊，大王正在用膳。贫道有事要求见大王，请容下官去禀报一下。有劳了。道长，请稍后。见过王妃娘娘。李副官有什么事吗？骊山老母在宫外要求见大王。等等，娘娘有何吩咐？爱妃，你们俩嘀咕什么呢？大王，没什么事，您先歇着，我去去就来。你跟我来。是。大王本来就摇摆不定，再听他一番话，大王一定会动摇的。而且大王一向都很尊重他，非常欣赏他的见解，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与大王见面。可是道长他还在外面等着。我去打发他，你就不要管了。是。骊山老母今日有闲下山，贫道有要事要见大王，请娘娘行个方便。老母为专心修道之人，不知有何要事？是不是又缺了香火钱？要多少？我叫人送去。娘娘误会了，贫道不为财来。那老母有何要事？如果信得过我，可否告诉我，让我去禀报？请娘娘见谅，此事务必要见大王。老母是信不过我了？贫道不敢，只是事关重大，务须见大王定夺。不信我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不巧的是，大王受了风寒，正卧榻休息，不宜见客，请回吧。君子不打妄语，昨天大王还在西南山狩猎，怎么说他中了风寒呢？什么妄语不妄语的，我说他病了就是病了，难道我堂堂一个王妃还要你这个老道婆来教训？请娘娘自重。怎么了？我叫你老道婆你不高兴了是吗？叫我什么并不重要，只是以娘娘的身份出言与市井无异，让人瞠目。你个黄脸道婆竟敢骂我是市井无赖。贫道今日赶来，并不是与娘娘吵架的，只是重事在身，请娘娘一定要顾全大局，行个方便。你是在求我吗？我是在劝你。我已说过，不见。
其实我知道你见大王想要说些什么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马上就要进攻锁阳城了。只是紧要关头，我是不会让你的影响而破坏了我们整个的大计。原来如此，我送你几个字。什么字？祸莫过于不知足，井底之蛙，妇人之见。如此说来，我是见不着大王了。但我有一句话，请你转告大王，你能转告吗？你说吧。小人在侧，是君王之不幸，国家之不幸也。来人！王妃娘娘，你这是置贫道于死地吗？正是。看来你从小就跟无影道人练无影剑了。你何以得知？独臂老人的无影剑独步天下，江湖中谁人不知？我六岁便拜师学剑，为的就是今天。看来你姐弟俩从小就有野心。哼，那又如何？所以你姐弟俩就挑起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。妇人之仁，为欲成大事者之所不耻。看来贫道是徒劳了，只是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我为两个人可惜。你说谁？一来为独臂老人可惜，他收徒儿从来只看天赋异禀，不看为人师道。可惜啊，到头来一世英名为猎徒所辱没。你第二个可惜，我为大王可惜，他被人当棋子耍，为虎作伥，却浑然不知，懵懵懂懂，你说他们岂不可惜可叹可悲？亏你还是修道之人，竟然信口雌黄。你骂元帅辱王妃也就算了，今天还要辱我师父，还敢辱骂大王。如果不让你横尸此地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看剑！前面是谁啊？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看一下。好。这原来是位姑娘，不知姑娘为何要拦住我大军？你是朝廷的二路大军吗？正是，我乃前部先锋罗章，不知姑娘是何人？我叫樊梨花，是韩江关守将樊宏之女。久仰樊老将军大名，不知姑娘到此有何事？我要见你们元帅薛丁山。你有何事要见我们元帅？我有重要的战事与他商量。你是受家父之托？不是。那是受叔宝同之托？也不是。那我们元帅不可见你。看来你们元帅架子不小啊。恕我直言，樊姑娘乃叛将之女，现在双方又在进行激战，我能随便让你见我们元帅吗？我自幼习武，从未参与战事，我是受师父之托才要去拜见你们元帅的。敢问樊姑娘师从何人？骊山老母。骊山老母德高望重，晚辈仰慕之极。姑娘，请回吧。既然你不可引荐，那我自己去找。慢着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实话告诉你，今天我非要见到你们元帅不可。那就要看我手中的提罗枪到哪里了。哼！哎呀！呀！嗨！嗨！嗨！呀！呀！
禀薛元帅，前面有个女子阻拦大军行进，罗将军正与其交锋，那女子武功极高，恐怕罗将军不是其对手。大军原地休息，我去看看。驾！驾！樊姑娘的确是武功盖世，在下甘拜下风。罗将军小小年纪就如此神勇，本姑娘佩服至极。看来朝廷真是人才辈出，此乃国之大幸啊。请问罗将军，罗通将军是你何人啊？正是家父。既是令尊，受小女一拜。你这是为何？罗将军当年扫北，威震天下，这次为国捐躯，视死如归，实乃本姑娘之楷模。驾！驾！大侠了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别客气。是他，报告元帅，这位就是樊姑娘。啊，你就是师兄薛丁山啊？你是？我是樊梨花呀。梨花，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多精彩啊！你叫什么？几岁了？我八岁，我叫樊梨花。梨花，怎么会是你啊？有一次，我路经南陀山，见一少侠路见不平，惩罚抢夺民女的恶霸，原来就是你啊！区区小事，不足挂齿。师兄的侠义行为，真是令人佩服啊！哦，对了，你找我何事啊？哦，是我师父让我来找你的。你师父还好吗？师父很好啊，前两天他还跟我说起过你呢。说起过我？是啊，说蜀军即将攻打锁阳城，你的二路军也要前往会战，未免生灵涂炭，家师已前往西凉王府规劝西凉王罢兵休战，并且让我劝叔宝同元帅暂停攻城，等待大王的定夺，并且让我来通知你暂缓进军，这样化干戈为玉帛，造福黎民百姓。原来如此，师妹应该知道，这西凉不过是大唐其中一个藩邦，自从先帝提倡贞观之治至今，一直是国富民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可谁知这西凉王受殊贼蛊惑，想要称霸中原，挑起战争，皇上下旨出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但如果要是西凉王能够痛改前非，自然是好事啊，我想皇上也会对其从轻发落的。师哥之言至情至理。那西凉王他答应了吗？师父前往西凉王府，情况尚且不知。那叔宝同呢？叔元帅答应将攻城之日推后三日，等待大王的传令，所以我才来通知你暂缓进兵。若真是如此，我是没有问题，只怕他会出尔反尔。他可是亲口答应我的。据我所知，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。那师哥意欲如何呢？这样吧，我先答应你。真的？此话当真？嗯，军中无戏言。不过我军还要先开往离锁阳城还有半日路程的花瓣庄村安营扎寨。你是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万一他不守诺言的话，我也不至于被动。师妹别忘了，我还身负救驾之重任。嗯，可以理解，也算公平。嗯，传令下去，全军火速前往花瓣庄村安营扎寨，不得离开营盘半步，违令者斩。遵命。再派出得力探子一日十二个时辰，紧盯锁阳城动向，时刻向我报告。是。多谢师哥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嗯，师妹一路保重。你也是。杀！杀！
越多越猛越好。军师的意思是他们攻的次数越多越猛，兵力损耗也就越大了。对，二路大军来的时候我就更省力气了。末将明白。但是你要妥善调配兵力，绝不能让敌人有任何突破口。东门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正在抓紧时间施工，估计今晚即可完成。好，今晚必须完工，说不定明天就能派上用场。是，让他们来吧。女子竟敢直呼元帅名讳。哎，樊姑娘，何事生这么大气啊？人家二路大军为了天下苍生着想，听我一劝已经按兵不动了，你倒好，出尔反尔，真是个卑鄙小人。啊，原来你已经劝阻了二路大军了。好，看来你立下了一大功啊。放心吧，本帅会向大王禀报实情，奖赏你。舒宝同，你言而无信，卑鄙无耻，怎么配得上一个元帅身份？拿命来！哼，樊姑娘，你的脾气还真大呀。听着，谁想跟樊姑娘交交手啊？只要把她给拿下，要杀要剐，要做妻要做妾，任凭你们处置。元帅，既然您这么说，那末将就不客气了。哼，飞龙将军，你替我出战吧。如果你把他拿下，他就是你的。是，末将遵命。姑娘，既然元帅把你赏给了我，见你这般如花似玉、细皮嫩肉的，打你我舍不得，杀你我更不忍心。刚好我的八姨太刚刚去世，你就乖乖跟我回去算了。哼，这么说你家里已经有七房姨太太了。对，说得不错，你就做我的八姨太，我保你一辈子穿金戴银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这七房姨太太就要守寡了。好一个不识好歹的贱妇，休怪我无情。我看你是找死。军师已经交代了，今天晚上必须完工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周将军，今天晚上一定能完工。好，兄弟们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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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报告楼将军，已到花瓣庄村。传令下去，就地扎营。是。恕本道直言，按今天的攻城打法，十天也攻不陷城池，即使攻陷了，我军将士也将死伤过半。那你们说怎么办？元帅，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个突破口，全力攻之？突破口？行，那你说说从哪儿找突破口啊？东门。您忘了，我们让王奎山在东门配合。东门？好，那你们就速速通知王奎山，明天配合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他拼死也要把东门给我打开，然后两位军师
一起带着你们自己的将士杀进去。摘下对镜梳妆。